好了，嗯，好，接着，一般我手一般到哪，你拍到哪就行了啊。嗯，这个接输入，这是输入。然后输出，输出这两个哪一个都行，你接第一个吧。这边的输入，这个位置，好，接上电试一下。试机了啊，然后主要拿这个试的时候，你看这是报警灯，下边有个信号检测灯，嗯。